面上是基隆市义勇警察大队113年教育活动，市长谢国良亲自参加，充分感受到义警同仁的团结精神。担任义警顾问的张耿辉议员和秦真议员也到场勉励所有义警。义警大队大队长郑景洲表示，这是一年一度的训练，以精进义警执行勤务的观念与技巧。将近500位的义警齐聚一堂，进行逮捕术跟交通指挥手势的演练评比。这段时间有经过几年没有校阅，都是在警察局大礼堂上课。我们今天SARS过，我们就是请我们所有的义警弟兄出来，我们校阅演练一下我们的交通，还有等一下还有交通指挥术，还有我们的警棍术的演练。治安的优良是施政的根本，没有基本免于恐惧生活环境，任何便民措施、优良经济的政策都是无用的措施跟政策。所以我们今天在体育馆校阅中看到各位义警弟兄各个展现英姿焕发的面容，充分展现维护治安的决心，我们是不是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有效而且有战斗力的来完成，毕竟我们义警还有我们相关的协勤民力都是我们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份力量。当我们的国家社会如果发生相关的状况，我们大家自然就会挺而来为国为民，来保家护我们的自己的家乡。在地方上跟我们大家的服务这个精力有限，民力无穷的，关键基隆的这个交通治安完，靠近各位的一个全力的支援感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你们。有限，民力无穷这时候充分的发挥，这么多的好朋友长期来支持我们交通上的贡献，真的贡献良多深圳鞠躬，感谢大家的辛苦，谢谢大家。所有的我们的市政府警察局的勤务很多都是要我们义警来帮忙，包括我们后天的全国大建的义警四中队180几个义警都全部出来支援我们的交通管制，还有人员的超额管制，包括每年的东皇就是在我们冲安的时候，我们义警所有全市500多个义警兄弟也会出来协助我们市政府警察局担任东皇演出。所以说我们平常时候就要时时把我们义警的勤务训练好。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义勇警察大队是全民国防的重要一部分，对于社会整体的治安以及紧急状况应变发挥相当重要的力量。市长谢国良相当感谢义警同仁坚守岗位，协助基隆各项大型活动的举办，发挥热心奉献的精神。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